主料全麦面包两片，辅料植物牛油、吞拿鱼罐一罐，白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材料全麦面包两片，吞拿鱼罐头、植物牛油、白醋。把吞拿鱼罐头打开，倒入仪器皿内，加入少许白醋，面包放入烤箱烤一会取出来，先涂上一层牛油，再把吞拿鱼涂均匀涂上，对折合起来，把边角切去，再对角切开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原则上面包烤干些口感会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